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代表奥利维医药公司，感谢您来回应我们的邀请，今天晚上来到这里。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亨利·若阿约教授。他首先是名癌症专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在通过营养预防文明病方面的国际专家，而且这也是今天晚上的主题。今天还要特别介绍一下橄榄的抗氧化能力。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橄榄油，尤其是在摩洛哥，但是虽然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橄榄树，但是它怎么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好处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再次欢迎，我请大家再次热烈鼓掌，欢迎亨利·若阿约教授的光临，非常感谢。各位同事同仁，大家晚上好。感谢奥特曼阿卡拉尔的邀请。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让摩洛哥不再有疾病。作为医生，大家都知道2013年甚至整个21世纪的医学发展趋势是预防。这里不开在座各位医务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预防的主要方向是文明病的发生及复发的预防。我是一名外科医生、癌症专家，在蒙彼利埃工作。在法国22个抗癌中心，其中大部分是法国医学科学院的单位，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目前为止，这些单位的研究仍然是滞后的。我们接触的病例中，一半以上的肾癌、前列腺癌、结肠癌、直肠癌和其他的文明疾病的罪魁祸首，仅仅是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二型糖尿病不是一种遗传病，它的主要诱因是不正当的饮食。目前每年法国用于此病的治疗支出超过100亿欧元。针对我国目前的超重问题，换言之肥胖问题，每年的支出为100亿欧元，而每年用于癌症治疗支出为140亿欧元。综上，我国每年用于二型糖尿病、肥胖和癌症的支出为340亿欧元，社会安全赤字每年为140亿欧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而这一切，我们作为医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们最清楚病患在生病时需要的最好的药物来自于哪个高级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在针对无疾病者的医学研究上花费了巨大心血，他们建议我们如果要预防骨质疏松或者更年期，如果这也算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而今天你要记住，你是非常幸运的，能从几个世纪以来的祖先那里继承享用橄榄油。但是我要说的是一种具有特殊功效的橄榄油，加上过去的法属南部领地和地中海周边的国家等22个国家的祖先都有使用橄榄油的历史。虽然使用橄榄油的历史悠远，但是在早期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有一点味道的油吃起来到底会有什么好处。使用橄榄油的普遍性主要归功于橄榄在地域上分布的广泛性，但是那时候的人们并不知道橄榄油中就含有多元酚，而这些多元酚并不存在于西班牙、法国南部和突尼斯的橄榄油里面。它存在于你们的种植环境恶劣的地区，
使他被迫贡献出了自身的最好的东西。人类给予我们自己最好的是什么呢？当他生活困难，饥肠辘辘，经历人生苦难的时候，对于有橄榄木亦是如此。他要在光照充足、气候干燥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如果想要生存下去，你就会拿出你最好的品质来。我一个同事叫然路易的，他曾徒步穿越北冰洋。他曾说起他有一次掉进了冰缝里，他本以为他一定会冻死在这冰冷的水中，但是那时候他听到自己的心跳，所以他对自己说，我的心还在跳，所以我还没有死。想到这里，他的身体里就腾生出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他勇敢地爬上了浮冰，才救回一命。我们这里的油橄榄可形成30倍多元分，也是这样的道理。在欧洲范围内，大家知道，波尔多的红酒是富含多元分物质的。在亚洲，茶中是含有多元分的，但其含量远不及我们这里的油橄榄。本地产的油橄榄中富含羟基两种物质，相比较其他同样含有这两种物质的产品，油橄榄中的含量要多30倍，也就是一汤匙的橄榄油中的多元分含量相当于其他含多元分产品的30勺。但是如果为了补充多元分加上30勺传统的橄榄油，那广大的女性朋友们肯定不干了，因为这样一来意味着同时摄入了大量的能量，意味着体重增加，女士们也要忙着瘦身塑形了。好吧，我们现在回到多元分这个话题上。奥利维强力素中的多元分物质对人体的身体有诸多好处。我在法国参加这次会议前的周末，在布鲁塞尔的新鲁文给当地的700名听众做了3天的演讲。当时我问道，有没有谁知道阿兹海默氏症的？现场所有人都把手举了起来。我又问，有谁希望得阿兹海默氏症的吗？所有人都把手放下了。奥利维强力素超浓缩橄榄油产品中含有的羟基酪醇是传统的橄榄油的2000倍。奥利维强力素采用胶囊制剂，早2片晚2片，有效保护你的大脑。这就是典型的地中海式的健康饮食。在法国，比如欧莱雅，如果你想要光滑的肌肤，它会推荐你使用各种护肤品。这些护肤产品作用的产生是通过一种对苯二酚的物质，但是这种物质渗入皮肤后，实际上却在破坏皮肤下的组织。但是奥利维强力素已通过本地生物生态认证，采用纯本地橄榄油制成，不含其他化学成分，其中所含的羟基酪醇和熊果苷可以起到有效舒缓皮肤的作用。其次，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下儿童的健康问题。法国每年有800到1000名妇女生育，其中60%至63%的妈妈都选择进行母乳喂养，因为大家都认为现在的奶制品都被污染，婴儿如果饮用就进入了婴儿的体内。对于婴儿来说，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可以形成欧米伽6的欧米伽3脂肪酸。母乳中的最好部分它含在哪里呢？而奥利维婴幼儿产品中含有与母乳中完全相同比例的欧米伽3脂肪酸，因此非常适于作为母乳的替代品使用。但是我们还要从科学角度分析这个问题。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医生，所以我下面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上述问题的根源。在这种橄榄油中，20%是油，30%是果肉，剩下的是水，我们称之为橄榄渣。上面是我们检验所得的物质。我认为决定人类健康的第一要素是农民，因为农民为我们生产了维持健康需要的食物。第二要素是我，是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每一个管理人类健康财富的人。第三要素则是医生了，医生负责为病患下诊断。是啊，你的癌症了，是啊，晚期了，你要做手术啊，做光疗化疗啊。虽然医生不愿说出这样的话，但他不得不说。医生还要告诉病人如何接受化疗，又如何进行无污染手术治疗，这一切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橄榄在变色阶段，也就是10月中旬到12月之间的果实成熟阶段进行收摘，这时候果实中的多元分物质含量是最高的，这也是我们需要提取的物质。多元分的提取取决于橄榄中的化学成分。我们知道，我曾说过油是 22%， 水是 0.5% 到 1%。 你能看到的这个多元分含量很少，虽然少，但却是高质量的。这不多的多元分却有很高的效率。我们将会在研究多元分过程中发现这是关键的一点。那这究竟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已经非常了解了分类化合物，包括化学家常用的分类单体、酚醛聚合物。羟基酪醇为红色，酪醇在下方。红酒中主要的两种多元分含量远不如橄榄油。茶中即便是最优质的茶中的含量也不多，茶叶和红酒中含有单宁和花青素，但却缺乏对我们身体健康如此重要的羟基酪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羟基酪醇的来源。橄榄苦柑通过糖化作用失去了糖，生成了含有羟基酪醇的橄榄苦柑醅基。然后如果我们更加仔细的看橄榄油的话，它的分配是每公斤15毫克，比如植物的汁水每升1000毫克，然后是叶子，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包括在叶子里的，一定不能忽视叶子。对于动脉高血压的问题，我们将看到心脏科的医生一直利用实验室进行工作，开出降压药。在未来某一时刻，我们很快就能可以看到，在使用这些降压药之前，病患使用天然生态的优质产品，可以避免使用降压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这些产品明显的生物作用是十分值得一提的。设想你们的病人或是我们自己口服这些产品后，羟基酪醇和酪醇将最终进入小肠和结肠中，再进入到直肠或主要存在于直肠中，再次形成维生素 K， 促进肠道排出垃圾。其在血浆中的含量在消化后的5至10分钟内达到最高，这说明它在胃部和小肠内已经进行过了消化，其运输溶液为水。不过也有少量羟基酪醇，或者我也称之为清水物的物质，是随油类物质进行运输的。
根据静脉注射放射性强基脲醇的实验观察，这种物质存在于动物体内，人体内没有。当然这个结果是实验性的，它在人血液中的半衰期为1到2分钟，之后被人体吸收利用，5分钟后进入肾脏，有抗氧化作用、抗老化作用和抗癌症作用。我下面会讲到氧化作用。氧化作用其实就是提前衰老。如果一个人在50岁的时候患上了前列腺癌，意味着他的衰老过程提前了50年。如果一个人在100岁的时候患上了前列腺癌，他并不会因此而死。但是大家知道，一个人如果在50岁的时候患上了前列腺癌或肾癌的话，那是相当危险的。癌细胞同样可以进入人的大脑中，因为它们是可以通过人类的血脑屏障的。但是人类的大脑对进入其中的物质有分选的过程，不良物质并不会轻而易举地进入人类的大脑。大脑需要糖分，我们可以直接通过食用新鲜的水果获取需要的糖分，而不必通过酸奶、乳糖之类。我们家里有的新鲜水果已经足以满足我们对糖的需要，橘子、猕猴桃、苹果和柠檬，以及豆类和蔬菜，但是不能过分烹煮。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些药物实际吸收量和药代动力学。大家看左侧，是橄榄油溶液下的羟基脲醇的实际吸收量，这个小 B 是脲醇的实际吸收量。大家可以明显看到，橄榄油溶液和水溶液下的药物实际吸收量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与水溶液相比，橄榄油对羟基脲醇和脲醇的促进吸收作用更加明显。其次是代谢作用，我利用化学反应来完成3种代谢类型的试验，即氧化、甲基化或者氧化甲基化二者兼备。在这里，我们关注的不是具体的代谢结果，我们今天更关注的是这种代谢是如何生成的。这是我们祖先还是我们当代人都不了解的。曾经，人们食用橄榄油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习惯，而在当代，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这项科学正在证明，我们的祖先食用橄榄油是正确的。我们现在也有能力证实这种饮食习惯的合理性。氧化作用通过酒精氧化酶实现，但是要注意一点，多元酚并不等同于乙醇，不是吗？是的，多元酚并不是乙醇，多元酚是一种有抗氧化、抗老化的非乙醇类物质，它针对某些物质有特定的代谢作用和总体的促进吸收的作用。而它的促进吸收作用，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你的药剂师给你开了10克的维生素 C， 但是你只需支付他一半的费用，因为你只吸收了一半维生素 C， 另一半维生素 C 随尿液排出了。所以如果药剂师给你开了10克维生素，实际上只有5克是对你有用的，这就是药物的实际吸收量。但是现在药物可以完全被吸收。多元酚作为一种天然非人工合成的物质，可以促进药物100%吸收。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抗氧化作用。我曾经跟记者提起过这个作用，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些知识传播给大众。什么叫氧化呢？氧化作用意味着侵犯和破坏。假如说你现在要给祖父家的大门重新涂油漆，如果你想让这油漆50年不褪色，我们就要先除锈，然后涂一层特殊的红橙色的防锈层，这是一种抗氧化物，干燥后再涂油漆，就是这个道理。
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要懂得保护我们自己。大家来看这份图表，这是由我在菲斯的同事本梅里和教授完成的。我向大家推荐过这本本梅里和教授的著作，这本书内容简单明了，精确科学，数据详实，我从此书中获益良多，因此我十分有幸能为此书作序。我看到了这书中的数据、试验成果和科学的论证，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氧化反应会生成那些我们已经认识的分子，激活激酶级联，导致脂类的过氧反应、蛋白质的氧化、AND 的氧化等，并且我们都知道，脱氧核糖核酸是需要保护的，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表观遗传学。是的，除了遗传学这门学科，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开始了表观遗传学这门科学的研究。而对表观遗传影响最深远的就是营养。我们一日吃三餐，给我们的表观遗传提供了能量来源。但是同时，我们也通过呼吸、运动、体育活动进行排泄。营养物质能够在我们体内存留，是因为在皮肤下的脂肪组织中存在的亲脂物质。这张图可以生动地表现这种现象。大家可以看到，右侧是一个受保护的细胞，这里是它的膜。氧化物质不能够进入到细胞内部，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膜，因为整个机体细胞都得到了所需的养分，这些良好的脂类在细胞的外围提供了保护。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膜是非常薄的，极容易被表观遗传组织破坏，激活脱氧核糖核酸，再将睡眠中的细胞癌变成为致癌细胞或癌细胞。奥利维加强力素和奥利维强力素系列产品中所含的羟基酪醇、多元酚可以有效抵抗脂类、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和 E 的氧化作用。具体的，我们来看下面的示意图。大家注意，我们来看这幅图的右侧。ORAC 是氧化自由基吸收能力的缩写。我们可以看到维生素 C 的 ORAC 值为2100，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数值。维生素 C 万岁。但是我们再来对比葡萄、茶中的表儿茶酸、橄榄油中的橄榄苦苷、百利芦醇、羟基酪醇，我们就能看到差异。这里有极强的抗氧化作用，这足以值得引起所有法国、摩洛哥、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整个欧洲的医生的注意，因为这就是疾病预防的基础，是预防重大疾病复发的营养基础。那现在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羟基酪醇的毒性是什么呢？它是否会产生毒性？就和平常一样，我记得我曾经和李洛普林共同去中国。在中国，我们认识了一位年长的中国同事，他当时已经85岁高龄。我和他不用中文讨论，我还用半英语半法语的方式询问他保持如此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他是这样回答我的，适当的原则。同样的道理，在大鼠的实验表明，每1000克体重摄入2克羟基酪醇，没有表现出毒性反应。我们还没有在人体上进行这样的实验，但是我们努力尝试把握羟基酪醇在人体上的使用量。对于大鼠的使用剂量，不能超过每千克2.5克到每千克3.5克，这相当于大量的橄榄油。对于人类来说，同时摄入大量的橄榄油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断定食用橄榄油是无毒的。现在让我们回到大家的专业上来。如果你是一名心脏科医生或内科医生，你总会遇到一些令你担忧的高血压病人。有些病人你让他们去看心脏病科，因为病人对你的治疗持有抵抗态度，而且你知道如何让他们减少体重。大家知道，
未来将产生一种新的糖尿病前期，所以你们将试图为病患提供治疗的方法。我们看在心血管疾病的预防领域内的苯酚化合物，大家知道，如果病人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会将其安排在康复室内进行康复训练，改善他的饮食习惯，适应地中海饮食，使用自行车进行锻炼。当病患可以出院的时候，他恢复到病前的正常状态。所以很明显是医生没有向病人提供良好的建议，因为医生可以说我们搭了一个或两个支架，做了静脉移植，但是当病人恢复出院时，医生却说地中海式营养才是最重要的。说到地中海，你可能会联想到沙滩或美女，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些，我说的是营养。我们来看这里，这点也很有意思。虽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饮食制度，虽然我并不喜欢称之为制度，我更想强调的是地中海居民的饮食方式，比如肉和鱼。这种饮食习惯的重点在于量要少。另外，这种习惯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每天进行体育锻炼。有人或许会说，我平时都是走去上班的呀。当时人都是走去上班的，这算不上是一种有意义的体育运动。比如我会跟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去王都斯，这段去王都斯的路程有21公里，而且是上坡路。大家通常是骑摩托车或驾车去的吧，但是我是骑自行车。对，你也可能是骑着电动车上去的。当然不是的，我绝对不是骑着电动车上去的，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环法自行车赛的选手得吃了兴奋剂才能一个小时内完成，我的年龄是那些运动员的三倍了。我用了3小时完成，而且我没用兴奋剂。所以说，保持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是十分有必要的。其次是蔬菜、水果及其他各种营养，但是我们应该尽量减少食用牛奶和奶酪。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将会具体谈到。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橄榄油的使用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之间的关系。我们看橄榄油 A， 这个数值已经很高了。我们再根据国家来看，我去年跟一个同事和一个希腊学生去过希腊。我在希腊经历了一件让我十分惊异的事情。我妻子为她的朋友阿特纳准备沙拉时，阿特纳跟她说，等一下，你这里根本没加橄榄油嘛，应该至少加4倍。因为在希腊，人们是用倒的，而不是用装橄榄油的小油壶一滴一滴加的。所以对比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情况，大家就能知道橄榄油的食用和心血管疾病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坚持食用橄榄油有助于将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美国人和英国人。我不知道各位是否在这两个国家吃过东西，不过我知道他们是不吃烤面包的。在英国，他们有酥饼，还有烤面包。但是从营养角度来说的话，他们就是灾难。如果大家在这两个国家吃过东西，大家一定知道，他们的饮食文化非常丰富，而且他们跟我们这里一样，也是习惯食用橄榄油的。这些苯酚化合物有助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这是有临床研究证实的。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180名有代谢紊乱的患者采用了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式饮食。是传统的橄榄油吗？这是意大利的临床试验情况。
两年后，这180名患者静脉血管内皮功能明显改善，动脉压也就是血压也有所降低。就是这样，非常有趣。关于胆固醇，大家应该清楚，低密度脂蛋白是坏的，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我们应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努力提高低密度脂蛋白。胰岛素负责降低血糖，当血糖值达到临界线时，将其调整至正常水平。最后，橄榄油有助于血小板的聚集，降低炎症指标大于66%以上的病患，在可能发生炎症的情况下，明显降低了炎症发生的可能性。实际上，由于我们的医生没有向病患做出充分的解释，导致其余的34%因为不相信这种疗法而不进行或没有持续坚持下来。我们以通过遗传分血榨出的种子油为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转基因食品。很不幸的，我们这里并不禁止转基因食品的销售。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在法国，广大民众对转基因食物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转基因产品仍然被投入了法国市场。通过基因分选的葵瓜子、大豆和油菜籽油富含单不饱和酸，也就是油酸，橄榄油中也有，但是缺乏多元酚，不含有多元酚。过去有人曾说，橄榄油的品质和价值在于它所含的油酸，但是其他种类的油也同样含有十分优质的油酸。两者的巨大区别在于，当你使用的是奥利维强力素和奥利维加强力素系列的产品时，你摄入的就不仅仅是油酸，还有多元酚物质。对于地中海式食物的油酸，比如杏仁和榛子等食物的倡导者，比其他饮食习惯的比例只高了一点点。但是如果可以同时摄入多元酚的话，差别就大了。后者所提供的营养可以发挥极高的效率，所以橄榄油的主要功效来源于其所含的多元酚物质。我们之所以倡导波尔多人和波尔多葡萄酒，是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相关的权威研究，但是问题在于，人们说喝一升葡萄酒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却需要喝一加仑才可以，这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曾经有人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研究对象是来自于像德国、丹麦或芬兰等西方国家的200名20岁到60岁的之间的男性。在8天内做了3组对照实验，每人每天摄入25毫升多元酚含量不同的3种橄榄油，根据实验对象的体重，每千克366毫克、每千克164毫克或者每千克2.7毫克。实验发现了什么呢？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好的胆固醇成分，分别增加了1.74、1.22和0.96。这种好的胆固醇对人体荷尔蒙系统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肾上腺皮质产生抵抗日常生活压力的肾上腺素是需要好的胆固醇的。对于各位女士来说，好的胆固醇不仅有利于保护肾脏，更重要的是对保持容颜长青的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卵巢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而对于广大的男性同胞们来说，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所需的睾丸素也同样需要良好的胆固醇，因为好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有效促进睾丸素的形成。这张图很有意思，这里做了一个可以引发大家思考的小小的假定。大家可以看到，随着多元酚的增加，大家可以看到曲线的变化趋势。这是我们根据心血管风险的情况做出的推理。不过，心血管疾病风险不仅指的是心脏有关的疾病，同样包括脑血管意外。刚才跟大家提到过，我跟一个同事去了布鲁塞尔，
这个同事喜欢典型的欧式饮食，而不是地中海式食物。他抽雪茄、香烟和威士忌，吃得特别好。虽然他比我要年轻，却已经发生过脑血管意外。感谢上帝，他并没有留下后遗症，但是这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现在的麻烦在于寻找一种优质的食品，也就是改变他的饮食习惯。大家一定都了解这幅图，这里标示出了血管、多元峰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会堵塞颈动脉，不是堵塞，是逐渐堵塞。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来观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对颈动脉狭窄的影响量。我们两侧的颈动脉负责向大脑输送血液，保证大脑可以进行正常的思考，来进行工作上、人际关系上的选择。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在人体内或在地中海饮食内没有它的位置。比如你们说节食，我的同行法里德教授也说到这个。人们进行节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说没有什么变化，烦死了，这个也不让吃，那个也不让吃。如果你让人们节食而达不到效果，不如说吃好一点，吃更好一点，等等。地中海式饮食方式就是3M 方式，海洋、大地和太阳就可以满足你一切需要的东西。由于独特的气候条件，我们这几个国家有十分丰富的营养资源，但是我们对其还了解甚少。不过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像今晚这样的会议来传播证实这样的知识。我十分高兴能在此跟这么多的医生相聚。我可以跟大家说，今天下午我走进阶梯教室时，我对自己说，今天一定座无虚席，真棒。但是果然今天是座无虚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呢？在座的各位同仁、兄弟姐妹们都知道，现在的大众已经开始要了解自己，了解时代发展。大家来看这左面，羟基酪醇多元酚将杀死、减弱和阻止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的自由基。相反的，如果发生了低密度脂蛋白氧化，动脉粥样硬化，就会在心脏或心脏血管与脑部相通或身体其他器官的血管内出现斑块。这对人类的寿命影响巨大。如果发生在指端或指端，将导致血管狭窄和关节炎。如果发生在肾部，则会导致糖尿病和其他并发症。大家看，心血管这里发生了这样的现象，还伴随炎症。我刚才见到了今晚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女风湿病女专家。我非常感谢今晚大家的光临。我想来自各个领域的同仁，包括心脏病科医生、内科医生、风湿病专家，在此参与一个对于营养的专题的会议是极有意义的。对，这里还有儿科医生。我相信我见到一位儿科女医师，所以大家看，今天的会议聚集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人才。关于炎症，现在的法国人哪个没有背部疼痛的问题？哪个年龄段的法国人没有膝盖的不适？还有肩部问题、髋部困扰等等。我的骨科同事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左右髋部假体、左右膝盖假体、肩部假体。人们对这样的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似乎什么部件都可以换。但是我反对这样的医学。我坚持认为，每天、每时、每刻都像我一样有良好的身体状态，快快乐乐的。多元酚对血管细胞粘附分子起着十分重要、非常明显的作用。不仅心脏中含有血管、肾脏、视网膜、眼、耳等中都有血管分布。现在有不少60岁到65岁的人不得不佩戴助听设备，不得不去看眼科医生。对了，我今天也正好遇到一位眼科女专家。所有的现代医学专科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都很有意义。
这里有一份非常有趣的风湿病介绍。奥利维强力素产品天然抵抗炎症，对我起着十分明显的作用。我不但不必去看风湿病医生，我还可以带给他奥利维强力素产品，并且告诉他，奥利维强力素带给我健康，他同样也能带给你健康。通过对比，大家可以发现，银朵美星含有的栓路酚酸不高。在风湿治疗中，栓路酚酸作为非专利药物，其使用比其他两种药物更频繁一些。也许大家会说，稍等啊，你是打算取消医生处方来向我推荐膳食补充剂的吗？是的，我和玛丽佐拉图莱尼一同向卫生部表示了出台预防法令的意愿。在法令中，应做出疾病预防或减少吸烟等规定，改变病患的饮食习惯，并在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半年及一年以后对病患进行复诊，以确保病患是否反思并改正自己的饮食习惯。患者必须诚实地表示自己的状态，习惯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改变是困难的，对糖尿病患者更是难上加难了。我有一个十分健康的胰腺，我经常对法国市民说，我非常同情他们的胰腺。然后人们就会问我，医生，我的胰腺在哪里？胰腺藏在腹部的后面位置，不过它不是藏在里面，而是在一个受保护的位置。胰腺的位置十分重要，正好在腹部后方，可以有效避免外部的冲击或车祸意外的损伤。但是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胰腺是做什么用的。不良的饮食习惯不断地伤害着胰腺器官。胰腺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将血液中的血糖含量保持在一克的水平上。当人体内摄入过多的糖分，血糖就会上升，胰腺收到信息，他就知道这时候血液里血糖过高了。他会说，没有问题，我马上就来。然后胰腺就开始分泌胰岛素了。如果人体内摄入糖分不足，血糖含量达不到一克的水平，胰腺还负责分泌胰高血糖素。这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也是内分泌胰腺的第一个作用。胰腺的第二个作用是通过胰腺液实现。胰腺液可以消化脂肪，比如蛋黄酱、煮得过烂的东西等等。不过如果在烧烤的时候东西烤烂一点倒也不错，不过过烂的脂肪是必须要引起注意的。胰腺可在一定范围内分解肉上的黑色物质、鱼肉的苯并芘的亚硝酸物质，但是总有一天他会说不，他再也不想这样工作下去了。这时候就会出现糖尿病前期，而且现在最大的危险就是患上胰腺癌。但是说到这点，我曾在布鲁塞尔在300名医生面前提到，根据我的研究和经验来看，这同样是奶制品摄入过量的结果。想想现在的奶牛都是以专用于奶制品生产为目的进行饲养的，而现在社会里几个呈上升趋势的因素正在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因为我们人类不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奶牛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小牛自出生之日算起，一岁之间以每天1000克的速度成长，也就是说一年长了365千克。而我和在座的各位，我们小时候一年最多长不到5000克吧。而人类的母乳为我们提供了大脑及周围神经系统发育所必须的成长元素，保证婴儿可以很好地辨识父母兄弟姐妹，进行正常的玩耍，又聪明活泼。但是在牛奶中并没有促进牛奶脑部发育的7种神经营养元素。牛脑和人脑毕竟是不一样的。问题就在于，在法国每年所产牛奶为240亿升，我们天天泡在牛奶里，也包括奶酪。但我一般会在出院前一天让病患吃酸奶。为什么？
因为你不需要隐瞒，对肿瘤科新的治疗，病患会有新的想象。在他临出院前，让他带一个好吃的小礼物走是非常正常的。关于抑制生长因子，一方面我们要求病患服用生长因子，但是另一方面却告诉病患你有癌症，我们要利用抑制生长因子帮助你治疗。但是我认为二者皆不可取。我们知道糖尿病和胰腺癌患者可以通过改变饮食习惯的方式调节患者血液中的血糖含量，达到治疗效果。而且尤其要注意减少牛奶制品的食用，可以少食用山羊奶酪或绵羊奶酪，因为这两种食物有独特的味道，容易产生饱足感。不要忘记给你愉快口感的食物，记住这种合乎我们自己口味的食物。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那就继续找下去，这对于你的胰脏来说确实是巨大的灾难。如果通过使用橄榄油的方式，正常情况按照每千克体重摄入 2.5 毫克的比例，可以有效降低血浆中的血糖含量和三酸甘油脂，提高好的胆固醇蛋白质含量。使用羟基料醇的患者血液中的血糖含量与使用硫酰胺的糖尿病患者相比降低了 55%。 当然如果病患注射了胰岛素，那就太晚了。但是糖尿病的康复治疗永远不晚。我曾经跟法国的一位糖尿病专家讨论过，是不是糖尿病是不可逆转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是。但是我的答案是不。无论是有十年病史的糖尿病，还是遗传性糖尿病、基因性糖尿病，当然如果能注射胰岛素也是可以控制病情的。但如果是2到3年的糖尿病，通过改变饮食习惯，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整效果。具体来说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对胰腺的保护作用，胰岛有分泌胰岛细胞和贝塔细胞的作用。通过碳水化合物技术法作用，羟基料醇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分泌的增加以实现我刚刚说的作用，也就是有助于避免胰腺贝塔细胞损伤或死亡。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保护贝塔细胞。我对大家的胰腺表示同情，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摄入过量的糖分。这张图显示的是患有糖尿病的兔子，我们分为治疗和不治疗两组。接受治疗的一组摄入了适量的奥利维强力素和奥利维橄榄油系列产品。对照未接受治疗的兔子，我们可以看到几周以后其血糖含量迅速下降。所以我不能说给你一个食谱坚持3天或半个月就能解决问题，我需要根本性的改变病患的饮食习惯。大家看另外一组未接受治疗的兔子的血糖含量反而是在增加的。相关研究也证明橄榄油中多元酚的摄入有助于糖尿病并发症的预防，比如肾部、视网膜、脚部困扰和溃烂等。患者将不再需要面对脚部疼痛的问题，不必再去看皮肤科医生寻求治疗方法，因为那种损伤是无法彻底治愈的。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上帝知道我的专业是多么的重要。我在经历过一次大手术后，不得不进行化疗或放疗的病患提供保护和支持。周四的时候，我为一名患有直肠癌的女病人做手术。她为何会患上直肠癌呢？除了果泥以外，从来不吃水果。她使用果泥的方式竟然和我的祖母是一样的。我跟他说，女士，只有你出院前一天我会让你吃一次，您平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多吃新鲜水果，当季水果，橘子、猕猴桃和苹果里有纤维，这些纤维有助于清理肠道，避免由于体内垃圾堆积产生的便秘。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癌症是怎么形成的。正常的细胞有脱氧核糖核酸和细胞核，但是细胞可以变成癌细胞，任何细胞都有可能产生癌变，或者癌细胞就存在于人体内。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体是如何构成的，当然作为医生我们肯定是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有义务让我们的病患知道如何通过健康的行为正确地尊重我们的身体，并杜绝一切反健康的行为。
健康的行为需要从戒烟、少糖、戒酒、戒毒开始，这些物质都是相当危险的。现代法国有很多吸毒或严重成瘾者，他们身上的癌细胞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免疫抑制，并且会在6个月的时间内夺走一个20岁到25岁的年轻人的性命。医生为病患安排的化疗令他们疲惫不堪，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化疗却没有什么效果。一旦出现了肿瘤细胞，它就会自我繁殖增加而不会凋亡。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有些癌症专家认为凋亡是细胞的自我灭亡，而我不是这么认为。在座的各位，你我的自然寿命为100年，我见过更长寿的，莫伊斯活了120岁，吉奥伯活了140岁，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他们这样呢？我们应该更加注意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保持适当的体育锻炼和脑部锻炼，来避免恶性肿瘤的发生或继续恶化。橄榄油中的多元酚有一种特别的抗癌效果，通过对特殊蛋白质表达的诱导，可以停止处在不同阶段的细胞周期，包括大家都知道的有丝分裂的不同时期 G0、G1、S 和 G2。这些特殊蛋白质分布在肝脏中。我不确定细胞色素含量是否在250或350上下。我的同事巴梅里博士在这方面比我了解更深入一些。在此我也要特别感谢他与我共同准备今天的会议。因此，羟基料醇有利于抑制细胞周期，有利于乳腺癌患者的康复，并抑制致癌基因 HERN2。我们在乳腺肿瘤的研究中非常关注这种致癌基因。对此，我们有这样的疑虑：乳腺癌患者会在什么时候就医呢？通常是他们已经出现三阴性的时候。那么，什么是三阴性呢？三阴性是指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饱和，患者缺乏 HERN2 抗原，因此我们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而患者的三阴性症状将越来越严重。应该知道，由于橄榄油中含有多元酚，使用后可以抗 HERN2 防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使用橄榄油就相当于食用天然防癌食品，特别是多元酚高度集中的橄榄油。橄榄油还可以抑制激活细胞分裂的蛋白质 CDK6， 抑制脂肪酸合成酶。脂肪酸合成酶可以反应 MCF 细胞中的癌细胞。 MCF 细胞是在细胞培养中知名的乳房癌细胞，或者抑制 SKBR3。 SKBR3 也是可以在体外研究的肿瘤。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动物。这张幻灯片很美，因为它让我想起上周我的同事索拉里尼教授所说的，通过向我们展示转基因生物的危险，在携带肿瘤的动物中，当动物体内有好几个肿瘤，那么肿瘤就已经扩散了，那么这些已扩散的肿瘤消失，要么就只有一个单一肿瘤。我们说的抗癌不是从药剂师那得到的胶囊中可以取得化学分子意义上的防癌，而是在饮食方面的防癌，可以让已扩散肿瘤消失，或者在第九天单个肿瘤消失。所以你第一天和第12天使用抗癌物，特别是羟基料醇。请注意，小鼠不是同系的，我们不能把发生的一切都一下子转移到大鼠身上。通过携带肿瘤的动物了解到这些是很有趣的。例如在体外，肿瘤学家熟悉体外乳腺癌的 MCF7 细胞。你看，我们有25微克羟基料醇与每毫升100微克的橄榄苦苷，它可以阻止在 G0 期、G1 期的细胞，它们将不会达到更活跃的阶段，它会使癌细胞的数量减少，这个数目会是很危险的，并使细胞繁殖。我们不希望在病人身上看到这些。因此，通过其强大的抗氧化剂活性，对癌症产生了化学预防力。在法国，经常有人问我，医生，在化疗期间我使用抗氧化剂吗？由于化疗是具有氧化性，但我们所希望的是，它只对癌肿瘤是氧化性的。一个有乳腺癌的病人对你说，但是医生，我有乳腺癌，你让我的头发掉光，
但是我头皮没有癌症呀，医生你是不是有问题啊？是的，我们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所提供的抵抗体，它杀死所有正在繁殖的细胞。虽然一个人没有白细胞癌症，但是当他有前列腺癌、乳腺癌或其他癌症时，然而他杀死白细胞，因为化疗并不区分对癌细胞和对正常细胞的作用。我提醒你们，白血球存活七天，如果它存活三周，那就是白血病。红血球存活120天，120天之后，红血球细胞凋亡，自然的死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红血球。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你50岁，你的肝脏重量就改变50次，它每年都改变。我67岁，在我不喝酒、不抽烟、行为健康的情况下，我的肝脏有67岁。不，它有一年，它每年都彻底改变。了解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能够改变，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处在永久的变化之中。抗微生物的效果也很有趣，注意，这不是抗生素效果，你们有抗生素和抗微生物的效果，这个效果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将列举一种你们儿科医生很熟悉的疾病，一种很烦人的先天性粘液稠厚症，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导致孩子可能在20岁或者22岁死于呼吸道感染。应该尝试给他移植1个或2个肺片。他死了，因为他被感染了，因为他们保护肺部的免疫系统不起作用，因为病菌会侵入，因为这个肺片没有免疫反应能力和抑制病菌的能力。很多孩子都应该食用橄榄油，橄榄油中含有强度高度集中的多元酚，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们看这些病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中有这些病菌，但是注意，它们应该在平衡的状态。你们知道，今天对消化道菌群、肠道菌群的研究有巨大的进步。当我们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我不同意，但是从根本上讲，肠道是为我们的大脑服务的。为了不让那些我们的肝脏、肾脏和尿液都不需要的物质和细菌从肠道的孔隙中通过。现在要说到一个令我们恐惧的病，老年痴呆症，也就是所谓的阿尔茨海默氏病。但是你可以把帕金森氏病补充为阿尔茨海默氏病。我不知道在大厅里是否有神经学家，但是在法国让我感动的是，人们总是很幽默地谈论它。我们生来就是互相学习，所以我常常问，我真不希望得阿尔茨海默氏病或帕金森氏病，因为我会发抖，我将不能再操作。那么帕金森氏症和阿尔茨海默氏病的第一发病迹象是什么呢？有人回答你说，阿尔茨海默氏病的第一个迹象是丧失记忆，例如从小事上讲，我把钥匙放在哪了，我把雨衣放在哪里了，我10分钟前在哪里做了什么呢？不，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第一迹象。什么是帕金森氏病的第一个迹象呢？有人告诉你是发抖，但这不对，这不是帕金森氏病的第一迹象。对于我们医生来说，第一迹象是嗅觉丧失。什么是嗅觉丧失呢？嗅觉丧失就是不能再准确地闻到气味，也就是说，如果在自然界中有薰衣草，你闻不到它，如果有百里香或迷迭香，你闻不到它。有人给你一些薄荷，你闻不到薄荷味。你去给妻子买玫瑰，你想闻玫瑰的气味，给她一束很好的玫瑰，你闻着，它闻起来不像玫瑰。所以如果你想找到一束好的玫瑰，你就会问有没有天然的玫瑰，花店老板告诉你天然的玫瑰在那边，你过去，你闻不到。哎呀呀，这就是阿尔茨海默氏病的开始。这些都使我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对嗅觉进行技能训练。在不久前，我在法国南部的一个部门，我在一个巨大的礼堂里遇到了很多养老院的人，我向他们解释了这一切，他们不希望得阿尔茨海默氏病，向他们解释嗅觉是很重要的，应该刺激嗅觉等等。第二天，主办方给我打电话，他们告诉我，所有的老人都在矮灌木丛中闻百里香和迷迭香的气味。我说这是很好的，他们明白了我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吧，甚至是橄榄油也应该闻一闻，
应该刺激哪些微小的事物，它们比毛发更精细。这些微小的事物在大脑的底面，在鼻子的底部，它们可以和嗅液一样小。嗅液是第一个受阿尔茨海默氏病、帕金森氏病影响的部位。在阿尔茨海默氏症中的表现更倾向于不记得这种味道，所以有人告诉你让你闻巧克力的味道，他告诉你不，这是百里香的味道或是另一个气味，这是阿尔茨海默氏病患者无法识别的。在帕金森氏症中的表现是真正的不能辨别气味，任何气味都无法辨别，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对嗅觉进行技能训练使阿尔茨海默氏病推迟五年，这还是值得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橄榄油中多元酚对于阿尔茨海默氏病的神奇功效。羟基酪醇将成为我们神经元中的一种抗氧化物。在我学医学的第一年，你告诉我是上个世纪，好的，那是1967年，我有一位老师，他开始给我们上关于神经系统和神经系统细胞的课程。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都是17、18岁。他告诉我们，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现在17或者18岁，未来3年，你们将每天失去2万到3万神经元。看着他，我自言自语，这应该不会是大问题。但是离开的时候，我没有跟他说这些，而是走过去跟他说，老师，我是很节俭的人，您说我们将丧失一些神经元，但是我不想丧失这些神经元，我该怎么办？他说，孩子，该失去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但是这是谁说的呢？是拉蒙·伊卡亚尔，他于1906年获得诺贝尔奖。我去查证了，这是真的。在1906年，他凭此以及其他更精确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今天，在卡萨布兰卡、蒙彼利埃、拉巴特、菲斯或其他地方医学院一年级，他必须重新考虑他的结论，因为他错了。我们的神经元连接，甚至是神经元能够繁殖，但是为了它们能够繁殖，我们必须滋养神经元。你拥有神经元需要的一切，我们应该使它们工作。工作，这意味着应该重拾诗歌，这意味着或许应该重新猜字谜，重新做让你感觉良好的事情。阅读，不要看电视，电视会催眠你的。上周我在会诊的时候遇见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对夫妻，我问，女士，昨天第6频道、2频道和5频道都放了什么电影呢？然后这位女士转向她的丈夫，对她丈夫说，亲爱的，昨晚我们看的电影讲的是什么呀？他们俩都不记得了。他们想啊想，终于想起来是一部侦探电影。我又问谁是凶手，然后这位女士对我说，医生，很抱歉，我们在看电影时睡着了。这是催眠效果啊，电视简直就是灾难。这个社会需要传递正确的保健信息，正因为如此，我试图在法国也传递这样的信息，就是微小的羟基酪醇分子，它穿过血脑屏障到达神经元，它是唯一能够越过这道屏障的对脑细胞有保护作用的抗氧化分子。所以各位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我要求自己、我的父母、同事及所有人都经常使用橄榄油，因为它对健康有益。因此你们就能很好的理解我为什么很有规律地摄入一些羟基酪醇分子，而且我要求我的父母、我的同事及所有人都要摄入羟基酪醇分子，因为它对健康有益。当然，它还有一个抗衰老的效果。这个介绍就是关于羟基酪醇分子的防止过早衰老的效果。只有天知道，今天你在欧洲火车站或者飞机场看到一些人，你都不敢问他们的年龄。一些人看起来60岁，实际却只有50岁；一些看起来80岁，却只有60岁。相反，有些人80岁了，却依然神采奕奕。你如果问他们的饮食，他们会回答说，一些橄榄油、柠檬、水果、蔬菜，不要太多奶制品，一些白肉类，很多鱼，以及一些奥美加素三。奥美加素三是对大脑有好处的。
对的，抗衰老，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它还能有效地预防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在法国，人们预计有200万阿尔茨海默氏病患者，这将花费很大的一笔钱。我每到一处都在重申，我们不应该有200万阿尔茨海默氏病患者，我们应该通过良好的饮食习惯来减少这一数字。不要说200万，就是80万也已是太多了。你们了解，这种抗衰老效果越来越奏效。如今一些项目资金都投放到这些研究，仅仅是为了预防，用羟基酪醇分子、白藜芦醇、白酒和红酒去测试小老鼠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要说的是，橄榄油里的羟基酪醇分子适合所有的人，不管是地中海以南还是地中海以北的人们。大家知道的，它会影响与长寿相关的蛋白质的表现，它会拉长我们的染色体端粒。你们知道端粒在染色体中，有的染色体长，有的染色体短。我们知道，通过后天，我们可以缩短它们，可以保持它们。我更喜欢长端粒，因为我考虑过，如果乔贝一生吃了很多苦，耶和华真主或者上帝对他说，你这一生吃了这么多苦，养育你的孩子、孙子及子子孙孙，然后在140岁生命就结束了。我们应当有个健康的身体，以便实现这些目标。好了，总结一下，所有这些你们看到的效果，抗氧化、抗肿瘤、保护心脏、防止血栓形成，脉管专家、糖尿病专家、内分泌学家、抗血管基因，就是说，形成一个肿瘤并使它长大，并不需要构建脉管组织，抗炎症、抗风湿病、抗微生物、传染病。也就是说，当它不需要正常的脑细胞代谢时，就不需要阻止细胞繁殖。对抽烟带来的损害的修补，不是继续吸烟，而是走出这个大厅时就该戒烟了，这是肯定的。然后就是对免疫系统的行动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好，你们知道，在法国人们谈论共和国总统的免疫力。他以前和我们说他想不要免疫力，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他要了，不然就会受苦。我们有很好的免疫力，就使得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免疫力就是保护我们的，保护病人，保护所有人，使得我们保持健康，使得我们延缓衰老，同时也避免脉管限制、动脉炎、心脏问题以及脑血管问题。我要和你们说，在这片种植的油橄榄园，它很快就会出现，因为我很想看见，拍一些照片，从不远的地方把它带来，在蒙特利尔，然后在所有的会议上，这就是我要和他们说的。你们可以品尝到一股绿色的力量，相比传统橄榄油，你们可以汲取超过30倍的羟基酪醇分子，这是非常有益的。我脑海中浮现的神奇的迹象是，每升里含量230毫克，我们只需一汤匙之量就能摄取相当于30倍的剂量。最后，如果你真的想避免成为阿尔茨海默氏病患者，或者时不时的想获得一些绿色的能量，您看，它是浓缩了2000倍的普通油，这并不是说要完全的抛弃普通油，你可以把普通油当做一个补充，我仅仅是说饮食的补充物，在我们的饮食里它可以存在，即便是为了我们的皮肤好，为了女人的皮肤，也为男人的皮肤。我想起最近有个奶制品集团给我们介绍他们最新的纯酸奶，那是个年轻可爱的女人，迷你裙，你知道的，一切用来迷惑您的东西。她给我介绍最新的健康酸奶，我问你们有证据吗？她和我说，当然有。她打开幻灯机，给我展示了20个制作精良的幻灯片，一些统计和一些完美呈现的直方图。我和她说，这很好。可是我该如何和我的病人说呢？他跟我说，您和他们说吃了这个酸奶皮肤就会光滑，是吗？那么我问他，是这或者这？他回答我说，是从头到脚。
那要喝多少酸奶呢？他说一天至少四次，早餐一次，午餐一次，晚上一次，及睡前一次，每天四次。我问他说，如果我和我的妻子都要有光滑的皮肤，我们得喝多少？每天至少四次，连续七十天，四乘以七等于二十八。我暗暗对自己说，亲爱的，七十天内你得喝280瓶酸奶，你就会有光滑的皮肤了，从头到脚，我全身上下的皮肤都会光滑。他们糊弄我们呢。我于是写信给那个老板，我和他说，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些蠢话，就是不把人们的健康放在眼里。八天以后，他就不再出现在电视机上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他在市场中也消失了。因为我对他说，我要起诉你，以这种方式欺骗人们是不能容忍的。相反的，我刚刚讲的这些对皮肤好的羟基酪醇产品，不是去欧莱雅商店，而是在油橄榄树下，这个奇妙的国家赐予你的油橄榄树下。你们就会明白，儿科医生、老年病学家、妇科医生、泌尿科医生、外科医生、心脏病科医生、内分泌学家，我一定忘记了还有皮肤科医生，你们都会明白，这些羟基酪醇产品集合了所有这些优点。问题是在我自己的蒙特利尔希波克拉底医学大学里，很不幸，人们还在追求美味饮食、肥胖饮食、糖尿病饮食。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同事们总是像鹦鹉一样重复人们交给他们的东西，而没有开放他们的心灵去发现自然中那些神奇的东西。De l'hydroxytyrosol dont je parlais tout à l'heure pour votre peau, au lieu d'aller chez L'Oréal, allez sous l'olivier et prenez ces produits merveilleux que vous donne ce pays merveilleux que vous avez, y compris pour les enfants, vous avez bien compris, pédiatre, gériatre, gynécologue, urologue, chirurgien, cardiologue, métabolicien, endocrino, j'en oublie certainement, dermato, toutes les spécialités sont concernées. Le problème, c'est que dans ma propre université, hippocratique de Montpellier, malheureusement, on en est encore au régime du goûteux, au régime de l'obèse. 非常感谢你们。Pourquoi ? Parce que mes collègues répètent comme des perroquets ce qu'on leur a appris. 接下来问题环节，请允许我邀请我的两个同事，一个是在现场的发译的教授。我刚刚和他一起给媒体做了一个报告会。还有一个是本梅里和教授，我给他的这本书做了序，他做得很好，我再次谢谢他，请他和法语的教授一起来回答问题。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对我刚刚所说的有一些补充，你们要补充的新东西对我的同事们来说将是很实际的。大家好，我们来说一下技术工艺的问题吧。刚才我听到一个同事说他是营养方面的专家，如果我们不了解生产工艺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名营养方面的专家。如果我们不了解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比如油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饼干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糖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营养专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食物营养和食物科学也是一样的，都是非常困难的。橄榄油是唯一通过获得天然油的方法获得的，因为先是压榨橄榄果，然后通过闭吸和离心分离法把油分离出来，最后我们才能得到油，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没有溶剂，也没有精炼，什么都没有。而其他您所知道的植物油、食物油都是通过溶剂、乙烷通过热方法精炼的油，用过乙烷之后还要经过褪色，然后脱胶，然后中和，然后再去除甘油，
这样是为了使油在温度低的时候不凝固。这些操作确实六个天然化学键变成了一个致癌化学键，因此有必要区分各种食物油。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说玉米油是没有胆固醇的，胆固醇是存在于动物体内，在植物中是没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一个规则，植物里面没有胆固醇的，胆固醇绝对只存在于动物体内。而橄榄油您是知道的，我是个不可能做假证明的，我也不能这样做。法义德在摩洛哥不能这样做，我不是做广告的。我们来说一下橄榄油的传统制作过程。首先用盐处理油橄榄果，然后放置一段时间。大家知道的，出产油橄榄果的油橄榄树的种植地区，橄榄油是经过含在盐里的金属氧化的，他们使用的盐中含有铁的成分，而铁是一种强氧化剂，因为它会对这个油的氧化起到催化作用。而我们得到的不是油，而是一种有损健康的有毒物质。此外，在榨油之前，我建议自己购买油橄榄，然后压碎磨碎，自己提取橄榄油。而那里的橄榄油，我曾在捣碎季节在那里的工厂待过，从油橄榄还在树上，直到油橄榄捣碎，只要很短的时间，只需要半小时到一小时。从油橄榄还在树上直到捣碎整个过程，只要半小时到一小时。我曾经问过奥特曼阿克拉尔，当他捣碎油橄榄时，他需要4至6小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取多元分。这里一定不能快，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曾要他制作一个容器，即是说要放4至6小时，而在工厂是6小时。我们把这个摔碎的壶放在那里，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多元分。橄榄油，是的，但是是哪种橄榄油呢？从树上到捣碎过程得到的橄榄油，才是有效的健康方法提取的橄榄油。大家都是医生，我们都知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在橄榄油中，我们曾发现过霉菌毒素。为什么呢？因为捣碎的橄榄加盐的时候会出现发霉的情况，因此会产生霉菌毒素。而霉菌毒素是可以溶解在橄榄油中的。我们还看到过有刊登出来的文章，说存在有霉菌毒素，而且是导致肝癌的霉菌毒素，黄曲霉毒。请记住，这是比致癌性最强的化学品还厉害1000倍的致癌物质，只需要一点点黄曲霉毒素，就可以使所有的易感人群得癌症。亨利·诺阿约教授的会议是一次完整的会议，也是一次培训。您将了解所有的成分，与之有关的疾病，以及整个橄榄油。请注意，我向医生们说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个体事件，你将了解一样好东西，对健康有益的食物。但是，就如同亨利·诺阿约教授所说，在食用橄榄油之前，您必须先戒烟。如果你没有戒烟就使用橄榄油，那它将对你的健康将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必须首先停止摄取有毒物质，然后对您的病人的身体内部进行清洁。因为我们不仅要从外部进行清洁，也需要从内部进行清洁。在进行康复治疗之前，请对您的病人从内部进行清洁。橄榄油既是起这个作用的好东西，但是必须配合适当的饮食和营养调理。如果你的病人继续吃薯条和奶酪等这类食物，比如心脏病患者，我知道很多心脏病科医生
在心脏病治疗方面，不对心脏病患者进行禁肉，通常所有的猪肉、鸡肉、鸭肉、山羊肉、绵羊肉以及牛肉，所有的肉只允许吃带骨鱼，但是不是海鲜产品，首先要禁肉、奶酪以及牛奶，并告诉您的病人是什么是必须遵守的。最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上帝给予我们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平衡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至少了解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对不对？在大自然中，尤其是在植物中有钾的成分，但是没有钠。仙人掌有1000毫克钾，没有钠，是吗？但是所有人制造出来的都含有比钾更多的钠，因为我们会在食物中加谷氨酸单钠和盐。问题是，当我们加盐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咸味。相反，当我们加谷氨酸单钠时，我们感觉不到咸味。当与哈利拉内所有的含的钠同样多时，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咸味。上帝创造的所有的东西，比如植物油，都有6个化学键，但经过人工精炼之后，就只有一个转化过了的化学键。我们看到过有一个不平衡，降低做透析的人和高血压病人的血压只有唯一一件东西。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您必须让病人吃药来降低高血压。如果不行的话，唯一的一个不含钾的用于降血压的东西就是油橄榄树的叶子，它可以降低血压，但是不含钾的成分。这些都是我们在1996年前就发现的东西了，但是在摩洛哥很不幸没有和这个相关的工业，而我认为在这个产品中要保持抗氧化剂的浓度，这就是说不要一天吃30勺，一勺就够了，数量很重要。即使是不富裕的人和不希望浪费的人，也应当每天使用这个油。当它是浓缩的，而且质量和这个一样好时，谁还有问题？我们会给你一个话筒来说你的问题。我是布哈医生，我从1962年开始学医了，所以我可能比你们年龄大一些。谢谢您，谢谢主办方召开这次会议。今天晚上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我有一个叔叔120岁了，他还活着，他从来不抽烟也不喝酒，他的生活离不开他的橄榄油和茶。现在我看到他的时候，对于他的身体状况您已经解释了一切的原因。我是一个皮肤科医生，我还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因为您谈到了抗氧化剂，您谈到了抗衰老，以及在大多数的实验室中使用的玻尿酸和其他产品，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中以及在未来您将来做一些有关皮肤的研究以及对皮肤和头发有益的效果的研究中，非常感谢您。Que vous parlez des antioxydants, vous parlez de la lutte contre le vieillissement. Jusqu'à présent, la plupart des laboratoires utilisent l'acide hyaluronique. 是的，这是事实，牛皮癣。Je pense que dans cette conférence et à l'avenir, vous ferez un peu plus de recherche. 有关皮肤病，我有一点说明，我并没有把这个放在我的书里面说，也没有放在。若阿约先生的会议中说，在美国进行过研究之后，
我可以说的主题是关于高血压问题。在经过羟基洛醇治疗之后，接受过治疗的牛皮癣病人中有 70% 被做了标记。当然我不能承诺的比这个更多，因为从科学角度来说，我们还没有找到能站得住脚的要素。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像是秃头的问题。皮肤科医生都了解，最后一个治疗我不记得名字了，是一个用于高血压的治疗。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治疗使头发生长，而现在有这种药物。叫米多西迪尼。是的，就是米多西迪尼。谢谢。我自己已经接受这个治疗30多年了，我已经停止这个治疗了，因为有点讨厌的是它没什么多大的效果。谢谢。我是布麦和迪医生，研究的是物理疗法、机能训练和机能再适应。为了不偏离今天的主题，一定要详细说一下这种油的特效性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低矮植物吗？是田地、土壤还是水？成分是什么？过程是怎样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我的祖父、从我的叔叔、我的曾祖父时，上帝保佑着他和我的祖父。我们家从那时起就是世代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首先，我作为一个农民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要和大家说的是下面的事情。我们在一个不常见的用于果树栽培的地区种植油橄榄树，我们在一片满是石子的沙漠中种植它。种植这个词我能在10毫秒中说出来，而我可以告诉你我做了什么。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快转到后脑勺了。我们种植油橄榄树的地方是一个到处是石子而不是石灰岩的环境中，它往往是很容易就碎掉，但是岩石的强度可以和金属的强度相媲美了。我们种植油橄榄树的地方，先前我们请一些公司带着他们的大型机械、履带拖拉机来清除土壤里的石子，请相信我，他们都一个一个的溜了。在这些土地上，机器经常损害，机器工作1米或者1.2米长的距离就坏了，因此我们不得不自己做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寻找机器，并用席尔提钢筋混凝土工具以及钢筋混凝土的钻机来完成种植工作。我们消耗了一些钻头。而这些已经过去了，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准备，不用告诉你我们是如何取出石子的过程。我们已经沿着农场建立起了一个6公里长、1.5米高、1米宽的围墙，几乎是卡萨布兰卡的周边、安伊斯班和进入摩罕梅迪亚的边界。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您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在生产油了。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一些土地上产出的油是苦的，我们原以为不可能卖出去的。这个苦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错误。经过深入的思考，我们请意大利的最著名的实验室对这个油进行了分析。在巴黎，那里有一个橄榄油交易市场，那里非常可靠。他们告诉我们的结果令人难以置信。正如亨利·若埃约教授向你们介绍的那样，这个油所含的抗氧化剂比任何一种我们可以在超市找到的传统的油都高30多倍。原因很简单，油橄榄树受到艰难的环境的刺激。当它受到刺激的时候，没有很多水，且不说树枝上的温度吧，在树荫下的温度就高达52摄氏度。
受到刺激的时候，他认为他要死掉了，他有一个生存下去的本能，而这个生存本能以一种异常的方式生产异常高的抗氧化剂用于自我保护，这也就是我们在油中发现的抗氧化剂。我们的油就是橄榄油，30倍抗氧化剂的橄榄油。我是眼科医生李发医阿米娜，我非常荣幸能与诺阿伊医生一起讨论。在这里我还听说有橄榄的叶子，是不是这些叶子也具备同样的抗氧化能力呢？那么我要提出一个问题了，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食用呢？因为我在提取油的油橄榄园中看到，我们清洗并去除全部的树叶。还有一个，既然是有益的东西，为什么不在压碎油橄榄的时候一同压碎呢？谢谢。有两件事情你们得回到这上面来。第一件，我给你们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一个在法国很有名的人打电话和我说，我有动脉高血压，我去看心脏病科专家，他给我做治疗，自从我接受治疗，重要的部件就不灵了。重要的部件你明白吗？男人的重要部件你明白吗？我很喜欢他的表达，我对他说，但是心脏病科专家他没有提醒您吗？他回答说不，他什么也没说。我问他多大了，88，他回答说88岁了。不错，我试图让他明白他的心脏很重要，治疗也是有用的，但是他不想接受这个治疗了，因为重要的部件。他和我说，您懂的，我有两个女儿，我也想要个男孩。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好吧，男人都是如此，我们需要女儿也需要儿子。我和我的妻子有3个儿子3个女儿，最好的选择是1个儿子1个女儿，还有一份工作。他和我说他想要个男孩，但是他不行，因为重要的部件不行了。我和他说，这得需要您的妻子。他回答我说，他妻子只有49岁。好吧，这正好。我和他说，听着，我给您定个降压计划，减少降压药，但是您得用油橄榄树叶汤剂来代替它，不需要吃了它，取一汤匙，用甘油橄榄树叶压实，就像做椴树汤剂、洋甘菊或别的一样的做就好了，这样您就能调节您的血压。他很高兴，因为他的血压现在很稳定，而且他的重要部件又灵敏了。对上述问题，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澄清。在我们发现的油橄榄叶中，我们还发现了橄榄苦苷，但是橄榄苦苷是原始分子，或者说是羟基洛醇母分子。因此你可以看到，即使是你食用橄榄油，或者您食用奥利维强力素，将比食用油橄榄树叶子更加有效。先生你好，我是内分泌科医生洛夫迪，我想提3个小问题。首先，关于钙的摄取，您已经说了不推荐通过食用牛奶，那么从国际水平上来说，用于摄取一颗的钙推荐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喜欢食用橄榄油，但是也有一些人不能消化橄榄油，你有什么窍门来使人顺利的消化这个橄榄油吗？第三个问题是，有关我们食用的油橄榄，我们在摩洛哥能买到的油橄榄，尤其是黑色的油橄榄是非常咸的，这个对健康有好处吗？谢谢。关于钙质的第一个问题，有些奶制品厂家声称人需要每天喝3次奶才能摄入足够的钙质，但是在骨质疏松患者最多的国家瑞典中，所有的患骨质疏松的女性每天都喝奶，包括奶酪和各种对身体有保护作用的奶制品。但是这些奶制品的工厂没有说明的一点，根据达诺所言，来自动物的钙质的吸收率最大为40%，
但是我刚才说过了，与我的同仁们的研究结果是 20%， 所以理所当然，其中有 80% 的钙质成为了体内的垃圾。为什么呢？我们以婴儿母乳与哺乳小牛的牛奶中所含的钙质相比，牛奶需含有更多有利于小牛成长过程中的骨架发育所需要的钙质。首先，人类需要的钙质比牛奶中的钙质含量多4倍。问题是，如果肠道存在孔隙率，虽然通常都是比较小的空隙，而且体内摄入了过多的钙质，多余的钙质未随体内垃圾排除而进入了骨骼里。如果骨骼已经有了足够的钙质，钙质便进入了人体胸部或前列腺中，微钙化可能导致癌变，或进入人体的关节部位导致髋关节变性病，或进入人体的肌肉肌腱，钙化作用简直无处不在。所以奶制品中的钙质含量实际上是过高的。那我们再来看植物中的钙质，杏仁、榛子、核桃、苹果、香芹中不仅含有钙质，还含有维生素 C。所有的植物中都含有钙质。植物中钙质的吸收率，大家注意了，在良好的咀嚼的前提下，可以达到75%。而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似乎不提倡咀嚼。如果你去麦当劳吃饭，面包是庞多米的，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去嚼。如果你要吃肉末，那我会告诉你，这是别人先嚼过的。所以你以后一定会记住，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牙齿就是用来咀嚼的。我在某一次手术后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这人对大家会有帮助，我不得不说一下。我说，马丁，你帮了我不少忙，现在我得问你几个问题，你好记下来。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的未来是做一名消化科医生，而且你聪明严谨，那么你知道人有多少个唾液腺吗？他当时的茫然表情大家可想而知，透过他的眼镜我猜他在想，是啊，到底有多少。然后他说，很多吧。我又问，怎么个多法？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我问多少，你怎么能说很多呢？这样的回答是绝对不行的。来吧，给我个具体数字。然后他说，4个。我告诉他，0分。人应该有6个唾液腺，大唾液腺包括腮腺、下颌下腺和舌下腺3对。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每天会分泌多少唾液？把你自己泡在水里。然后他说，400。400什么？400毫升，还是0分。正确答案应该是1升。食物经过咀嚼就可以在嘴内进行消化。也许你会问，你是医生，而你竟然提这样的问题，真有意思。你还说我没有消化与橄榄油。那今晚我就帮助大家来消化。我要说的是，大家不能用汤勺或咖啡勺来食用橄榄油。橄榄油应该与其他食物一起食用和咀嚼。正常情况下，人类的食道不是一个开放的管道，食道管和管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食道仅能通过果泥或已经成为液态的固体食物。德国人有个特别的习惯，我可能不会当着德国人的面说起，但是我可以跟在座的各位讲一讲，那就是他们品尝食物的时候，每口需要咀嚼37次。这样看来，我吃饭的速度有些太快了。因为我跟大家一样，经常都是一口吞下。不过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来数一数我咀嚼的次数。我一般会数到10，数到10我就停下，品尝一下食物的味道。品尝完味道，我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吃了。不过有时候我还会联想起来其他相关的口味。直到98年，才有证据证明唾液中的味酶。在此之前，人们对此并不了解。我告诉大家，我是由于进食速度过快而影响消化的。因为大家看不到食物在人的口腔内经过咀嚼成为液态是多么漫长的一个过程。因此，我建议大家在早上或晚上使用这种橄榄油，首先感受它的气味，刺激你的嗅液，然后将橄榄油与肉、鱼等你喜欢的食物一起食用，你会发现橄榄油的味道还不错。
不过一定要注意数咀嚼的次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对的，黑色的油橄榄，我把这个留给你啦。黑色的油橄榄，这是一个灾难，它含有大量的盐，太多的盐，尤其是它们被堆积起来的时候，会出现发霉的现象，有发霉现象就会有霉菌毒素的存在，因此当它被长时间放在那里的时候，就会有霉菌毒素滋生。但是即使有发霉现象，还是有卖家把它清洗干净然后进行销售，但是里面仍有很多霉菌毒素存在，这些霉菌毒素已经进入到食物当中，您是知道的，您有作为一个医生的担忧，我非常理解，我已经说过一些观点，因此当你不再需要奶的时候，你就已经断奶了。亨利·诺阿约先生已经给出了在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例子，那么就由我来给你提供一些在亚洲国家的例子吧。亚洲人都不喝奶，他们经常拿这个来和我们开玩笑，他们拿我们开玩笑是因为我们喝奶，他们说你们吃牛的奶，他们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钙存在于所有大自然中的食物中，但是美国人说 We are living on what we are eating， 我们依靠吸收的东西而不是吃的东西活着，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吃很多的油炸食品，很多的甜食，很多的汽水以及类似的快餐，那就相当于肠道堵塞，钙质不能通过，我们就只能吸收 23%， 就表示钙质的流失。而亨利·诺阿约先生曾经讨论过钙过量的问题，有许多人有的器官中积存钙质的问题。医生先生们，对于一些问题，比如缺铁性贫血、软骨病以及抑郁症，我们必须考虑吸收问题，因为对于我们营养学家来说，有三种矿物质，镁、钙、铁，这三种矿物质是从肠道吸收的，它们是通过相同的方式吸收的，它们是彼此极易被取代的矿物质。一旦你有铝、镉或者有其他的金属，它们来取代，当我们缺镁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抑郁症，我们缺钙的时候就会有骨质疏松，我们缺铁的时候就出现贫血，这就是矿物质被封锁在肠道中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是这些东西阻碍了吸收。根据您所说的，一定要排除所有的酸奶，即使在广告中说他们对肠道的菌群有益，也需要排除。这是有关生意的事情了，它不是季节因素，它是男人的个人喜爱。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说的，如果我们不了解材料，我们就不可能是营养学家。医生先生，您是非常了解的，工业中使用的乳酸菌都是转基因乳酸菌，您在家里使用的面包发酵用的酵母都是受过处理的，都是转基因酵母，这就是为什么在你的肠道中会有很多气，这也是为什么你的体内菌丛紊乱。其实相比细菌，你还有很多选择，它被称为友好的细菌，我们称之为益生菌，它们也是细菌的燃料或者说是食物，我们就会出现不平衡的状态。如果我问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人很明确这个事情？如果我这么问医生的话，他们会辩解说，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我知道摩洛哥人有胀气，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有，不仅仅是在摩洛哥。因为我们使用转基因的面包发酵母，我们没有别的乳酸菌，因为我们没有给肠道细菌用的燃料，在肠道内有气存在，
有实验装置和酵母，所以在肠道内有气，这就是。但是这些人拒绝承认这个事实，但是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就是事实。请看，所以当你杀死肠道内的细菌的时候，你有很多病，包括牛皮癣，它是一种皮肤病。你已经把你的菌群搞紊乱了。这里是肠道，美国人把它称之为腕，因为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它里面了，因为在这里进行所有的交换，内环境交换，维他命交换，有毒物质交换。但是当它紊乱的时候，它会影响你整个身体。70年代的营养不是现在的营养，现在有转基因产品。请看一下血液分析，如果你发现有哪份分析里没有超出正常指标的核诺芬离子，请告诉我，因为人们是由于转基因食品才发生胀气的。这个是可以在血液分析中发现，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比如白血球的萝卜素值，这是介于14000和15000之间，这不是一个白血病。我说的，这是一个白血病，这是一个已经开始的白血病，然后是淋巴瘤，在卡萨布兰卡和在拉巴特都有这种情况，淋巴细胞减少。这是在几岁？我问你们，请注意，现在我说的话，请你牢记，一定要清洁你的病人。在进行你想做任何事情之前，请首先清理你的人。如果你没有对病人进行清理，那这个病人的病可能会传染到别人身上去。先生，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给病人整体清空，停止食用快餐，在自己的家里吃饭，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先生，在一个只有2岁的孩子面前，我们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可能性去和麦当劳的小丑罗纳德比。我跟你保证，我们一直是反对这个事情的。我能吃的。我的问题是，我想知道这个油对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或者具体的说是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效果怎么样。对于红斑狼疮扩散的病人，我要对你说的是，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戒除乳制品，因为在拉丁文里，狼疮里有一个意思是狼。病人会有淡红色的斑，从鼻子以外的部分一直向下延伸，一直到颊骨。你往往要对这个男的或者女病人说，因为往往得这个病较多的是女性，要戒除乳制品，100%戒除。但是你又说黄油，黄油这是乳制品吗？当然是的，黄油当然是一种乳制品。黄油、酸奶、奶酪、鲜奶、冰淇淋、烤奶油、贝夏梅尔乳沙司，所有这些都是要戒掉的。然后你戒掉了面筋、面包、披萨、面条、甜酥式面包、饼干，就吃瑞士加盛面包、昆诺阿谢面包、栗子面包。然后3周后，红斑狼疮等等消失了，这就非常非常清楚了。对于多元分和油感染，我们都没有在已经发酵的油橄榄中发现多元分，相反，我们却在刚被采摘的新鲜油橄榄中发现了多元分。所以实际上，当我们食用油橄榄的时候是没有多元分的。当油橄榄是新鲜的时候，我们才有所发现，但是太难吃了，那个东西不能吃吧？不可能。我吃不下，这就是为什么在奥利维强力素会浓缩这个成分。所以这就是您的问题的答案，在橄榄油中。下一个问题，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过敏病学专家法蒂医生，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多是在油橄榄树的花粉方面，不是这种情况。你已经证明了在您的工作中多元分所能起到的作用，多元分减少了粘附分子的存在。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多元分是不是对我们称之为有炎症介质的东西有什么作用，和对我们称之为介质的东西可以通过间接方式改变个体的免疫状态的东西有什么作用？如果对的话，我来回答。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你想要的问题是一定要做一个复杂的花费极高的研究，这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希望做一些随机的研究，我们不是正在申请投入市场的许可，而是一个 AMM。 所以在你的炎症开始减轻的时候，就是表示你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后有一些正面的免疫效果。所以说你说的很对，你是过敏病学专家。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过敏反应，我们有很多小孩，他们去食堂的时候都要带一个证书，对牛奶蛋白质过敏，对这个过敏，对那个过敏。小孩子们被告知要实行特别的制度，对某种东西过敏的人的数量很惊人。这些过敏症状往往是由于过量的食用某产品，而这个产品又经过远远背离大自然的农产食品加工业掺假，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你有一个超级天然的产品，还有我的同事所说的一个对我们的健康有积极效果的产品，令人感到神奇的浓缩。当然你会尝试对您的过敏病人进行一项研究，来降低减轻哮喘，来减轻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以及其他过敏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我们的祖先习惯用橄榄油涂在头发上，是不是有保温效果或者可以生发的效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您刚才说用制作面包的啤酒酵母，它不好，因为它会产生气体，会破坏肠道的菌群。那么如果不用这个的话，应该怎么做面包呢？我来对同事关于白细胞素的回答进行补充。有关白细胞介素，我发表了七篇文章，我还发表了七篇有关前列腺炎的文章。您知道前列腺炎的痛苦，所以炎症和前列腺炎有三个，第一个和第三个产生疼痛，第二个缓解疼痛。而橄榄油，当您把食用油换成橄榄油的时候，您的病人将好转 50%， 相信我，他将好转到 50%。 但是条件是他们必须停止食用不饱和脂肪酸6以及动物油脂，因为这是一个大背景，这一点必须重新定义。啤酒酵母，我不建议用这个东西，我还要禁止人们使用啤酒酵母，因为这是一个以转基因菌株 OGM 菌株，有些人把这个涂在脸上，有一些人有过敏现象。在拉巴特，我曾经见过有的妇女对啤酒酵母过敏。无论怎么说，你们都是医生。刚才有人说这是生意。从1979年开始，我从第二年开始，我就是食品类生物化学教授。有一个叫戴尔莫德的，他是一个伟人。他们曾经对我们说，注意食用油，你们了解食用油的。摩洛哥进口的食用油是介于毒性临界点的油，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注意到练习大脑的人们，他们从来不会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病，这是相反的，这是相反的，不，那是不同寻常的。
这个教授曾经说过，如果我能活到1990年，我们还有多少人在？如果我能活到1990年，我非常高兴知道摩洛哥的癌症病人的数字。这种啤酒酵母到处在卖，哪怕在药店里都有卖的。当武哈迪先生还是大学院长的时候，我曾对卡萨医学院说过，我当时对他们说的，请注意年轻医生。我当时对他们说，如果你不做这个预防医学行业，那将会有其他的从来没做过医生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将会有人，总会有人会相信他们的。现在有草药经营商，天天听广播，读医疗分析，这就是你们的问题，请注意。但是必须要停止这种状态，一定要改变，这是一个灾难。我说这是一个灾难，因为这些草药植物产品是在清真寺里售卖的，我们的产品是在清真寺售卖的。现在的生姜我不知道它值150迪纳姆等等的。还有请注意，请注意，因为这是你的作为医生的义务，这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是医生，你在医学院学习过，因为只有你们有能力对人体进行诊断。那么这位先生，然后是我们的同事给出炎症的主要症状，去做吧先生。你好，我是卡萨布兰卡本姆西克大学教授阿赫麦德·阿德鲁尼。脂类和动脉粥样硬化领域专家研究员，我要向您祝贺若阿叶先生，因为您已经给我们带来欢乐了。然后同时我还要祝贺我已经认识了很久的奥特曼·阿格拉的先生，为了这个难以置信的成功和这个成功实现的方式，今天他已经成功的和你以及整个团队汇聚一堂。这里我们有科学家、医学科学家以及其他各类精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用一句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健康学的专业队伍。我们不考虑在各种会议上增加营养的观念，这就是说我们可以讨论糖尿病，可以讨论高血压，可以讨论前列腺癌等等。但是就像今天晚上，你没有把已经论证的关键部分详细描绘出来，因此这是一个机会，我来做一个辩护吧。有关让营养重新获得它的地位，营养是一个尊贵的词，因为只有营养才是真正的。我说的不是药物，当然我不否认很多病是必须吃药的，我不说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营养的地位是存在的。下面我要进入我的演讲了，先发布一个好的新闻。这是在3个星期之前，我收到一张纸，一大张纸，是一篇刚发表在《NASMA》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章。3周前，一份影响因素不小于52.3的报纸。它显示了在未来的将要有的一些价值。为什么我说是在未来？因为在7500中，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关地中海饮食的研究。我已经看过了。你已经看过了，但是很遗憾您今天晚上没有带来，因为
sa particularité qui est l'huile d'olive améliore. 我们马上回来。Santé de manière générale en réduisant les l'incidence. 如果你想回来，你就回来。不管怎么说，这都是非常有趣的。他正在做世界巡讲，刚刚用十年参加西班牙的多个中心的研究来证明了。跟我合作的人都是100%的西班牙人，他证明了地中海饮食以及它的特色就是由橄榄油构成的。橄榄油可以全面提升健康状态，减少心脏病的发病率和总体的死亡率。所以今天我们说这是一种方法，一个证据。但是你是医生，你可以说服他们而不需要证据。我不认为这是对的，因此这只是一个补充证据，它可以附加在你已经引用的证据上，然后我们医生可以更轻松地依靠这些东西。Je reprends la parole. Ça, je ne laisse pas passer. Je voudrais que vous partagiez ce plaisir de chercheur. Je suis chercheur, je suis professeur enseignant, chercheur dans un laboratoire. Et là, j'étais vraiment très curieux. J'ai pris ce Olivier Force. 是的，不好意思，我继续发言。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希望您可以和我们分享研究人员的这种快乐。我是研究人员，我是一个实验室的教授和研究员。在那里的时候就非常注意，我品尝过这个奥利维强力素，并且我已经在这个药品认证实验室做过试验。所有的人都为我们科学家和医生感到吃惊。请看好，食用两片或者四片就有一个强力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消炎效果。我和一些各科室的医生请教过，当然这不是可的松，大家都很清楚可的松会破坏所有的机体，破坏细胞，而另一个好处是它不会给胃带来不适。非常感谢这些杰出的研究人员和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的最后一个了。 Yes， 谢谢。我要问的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我刚看到小药瓶，在小药瓶上我看到有一个有效期，我还了解到我们发现了某些药盒有40年的有效期，在这期间这个药一直有完全的效果，而且全都是有效期，就好像是第一天生产出来的一样。我想知道的是，普通橄榄油的有效期是多久？关于我提出的问题是向法伊德医生提出来的。用英语说是 shelf life， 或者我们用法语说是有效期。有效期是根据药物中的可降解的动力学成分来规定的。就是说，比如当我们说一个果汁的有效期的时候，如果里面含的维生素 C 变成零就不能喝了。但是有效期不等于是说这个产品过期就死了，而是某些成分的含量变低了。所以说如果橄榄油的包装良好，您是知道的，有一个纸盒和一个药瓶，这些东西保护产品不受到光线照射，也不是暴露在空气中，因此就没有氧化现象，或者没有成分降低了。所以说这个橄榄油能保存最长的时间，即使到了所标示的有效期，也不就等于说它100%死了，只是某些成分的含量下降了。正常情况下，在法规中规定，当某食物的主要成分或者所提供的优势成分降低50%的话，就必须停止食用。我曾见过有一种油的保质期是25年、35年保质期的传统斯曼油，我还看到过42年保质期的哈利利油，
如果油的保存方式适当，就可以很容易保存很多年而不出现任何问题。有一些医生他们担心禁忌症，因为禁忌症可能会给病人带来麻烦。没有禁忌症，包括在化疗过程中病人必须使用橄榄油，因为它对接受化疗的病人有保护效果，对于其他细胞也是这样的。正如你所知道的，对于整流学家来讲，当你做第三次和第四次化疗的时候，你的病人的红细胞下降到 3.2， 白细胞下降到6，血小板下降到20.3%，你就不可以继续了。因为如果病人的免疫力很强，你可以让他接受30次化疗，直到溶解了癌症。这是你的病人带给你的问题。当他的免疫力下降到一半的时候，您就不可以继续了，因为您是医生，你的医德告诉你不可以再继续化疗了。请吃加橄榄油的蒸蔬菜，吃的自然一些，而不是吃肉，因为癌细胞会吸收糖和肉，身体里面有癌细胞的。我知道的，我们通过氧化作用来杀死癌细胞，我们还用酶来杀死癌细胞，海藻，世界卫生组织杂志出版的。我们知道的杀死癌细胞，一次性杀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你将会很安逸。请让你的病人自己调整并控制细胞的发展，如果发展顺利，就做好你应当做的事情，否则就什么也不要做。一定要时刻掌握这个癌细胞，一个普通细胞是不能转化成一个恶性细胞的，只有当一个巨大的力量存在的时候，这个力量来推动这个转变才会形成这些自由基。而当我们停止自由基对细胞氧化的时候，我们就杀死了癌细胞，或者说延缓了这个过程。我知道我说的不是治愈，而是延缓了这个过程。当我们可以延缓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争取到治疗这个病或者找到解决方案的时间了。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些乳腺肿瘤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120公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他们受这样的刺激，他们停不下来，而你什么都不能做。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但是也有其他的癌症，比如自由减癌，它的进展缓慢，不易扩散，那你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了。但是有一些人做过化疗，您是完全同意我的观点的。有一些人没有做过化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吃的什么东西，快餐、汽水、奶酪、烤鸡肉以及所有类似的东西。还是有医生没有听我的，他们推荐吃鸭肉。你们知道的，鸡是42天成熟，成熟期比鸭子短，鸭子是通过生长素和激素6个月成熟。现在我们喂鸡的浓缩产品直接含有 IGF， 就代表2种癌症，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现在我们是直接把 IGF 放在动物饲料里的。非常好，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次会议，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和大家在一起。我们希望大家把想法和未来的病人们一起商讨。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真主，感谢若爱月教授，感谢本姆利赫教授和翻译的教授和这个与大家共同度过的夜晚。Et merci à professeur Faïd. Excellente soirée à vous. Bonne finale.